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忠祥为您制作的标股急先锋。今天大盘最多跌了一百四十八点，跌快一百五十点咯。啊，看我节目哈、啊，每天在酸我们，在酸嘛。有一个叫标股的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啊、去死一死啦！又不参加会员。 我买了就涨，卖了就跌，是怎样。你不感不爽就对了啦，对不对？五二二二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反弹了，我要卖在两百二的，这会员都知道。说实在，还有会员问我说，老师跌到两百块能不能再买回来？我在看他、啊、我在看他、啊、我要买一百八十几，一百八十八，一百八十五，一百九，两百块卖掉，卖掉回来又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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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卖掉。 这边二十，这边二十几块，这边这边三十几块，一共赚了六十几块，你不爽是不是？标股阿喜，哎、欸，你们到底是不是我的会员啊？啊，庄霞老师讲话就是这么实在了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了。我们为什么要讲谎话呢？对不对？那、啊、我赚钱了啊，标股不爽哎、欸，哎呦，标股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啊，这么厉害！ 走低你都出，走高我们就没卖，对不对？六六四三，我昨天公开讲哦，我买六百一十五。照理来说，今天跌一百多点，他应该最少跌到六百0没有嘞。他今天收盘六百二十四，我今天一个清代的会员当充六张，他说老师你扣六百一十五，我只要比你比你买的价钱便宜，我就会赚。他买六百一十三。 收盘六百二十四，咋十块钱的概念，六张就是六万，六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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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萬,万。我讲任何一句话，如果虚伪造假，钟祥老师退出股市，老师要玩那么大吗？本来就是这样啊。那、啊、明天呢？明天我怎么知道？明天搞不好跌停板。 呵呵呵呵呵呵，哎 <laughs>，你们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昨天爱普蝶嘛，啊，你们就看衰了嘛。今天一开盘，然、哦、后老师，我一定要卖掉，我不卖掉不行。老师，你说要要八千张才会涨，不用啊，从多少两百七十三拉到两百八十二。 冲冲乐的冲冲乐，嘿嘿嘿嘿嘿嘿嘿买红红出，黑买黑买黑买红出红出红出，你不爽？阿喜死蛋又来看我的笑话了啊！你们尽量笑嘛。我告诉你哦，前一波从一百三十七做到两百一，赚五十趴，你也没到，跟你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吧？后来从一百六十五赚到三百四十二，我们三百三十八就卖掉了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真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后来跌到两百九啊，两百七十六又买回来。啊，今天又上去了。这个叫初生段，这个叫主生段，还后面还有一个陌生段。到年底的时候会不会到一千块？我不知道、哦。我们老师不要乱讲哦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不可能啦。啊，明天会不会跌停？搞不好会跌停。我拜托你不要买啊，标股死蛋。 阿喜，我拜托你们都不要买，明年开盘市价放空，保证它跌停，好不好？哈 <laughs>、啊，我爽啦，怎么样？反正你们一张数也不多嘛。阿喜，你有没有十张？没有吧？你有没有五张？老师看不起你，没有那么多啦，因为五张哈，如果三百块啊，三百块五张也有一百五十万嘛。 对不对？你明天开盘卖掉死蛋，你明天开盘试价卖掉，反手放空，保证它跌停。那个死标股啊，死标股来，死标股来看一下那个标股是什么？什么死猪八戒来？一天以前来看一下。 标股啊，老师啊，不是说只有你看得懂主力筹码吗？不是说法人会告诉你吗？为什么你每天在讲爱普都没有涨，没有大涨就说没量啊？筹码是你在控制的吗？就是我在控制，怎么样？你不爽是不是？你不爽是不是？我拜托你啊，卖掉啊啊！这么厉害，走低你都出了，走高我们还没卖，啊是这样。 你是别的投顾哎，你是不是股神系统那一边的那个展业啊？啊，你们老师做的很烂嘞、欸，三六六一的四星啊，在这里说三线翻空，那股神呢、欸，神棍呢、欸，眼睛小小鼻子小小那一个嘛，是不是？懒得说他啦。啊。 啊！我发明一个股神系统，多厉害有、哦、多厉害哦！他、啊、厉害，他变他变什么？赚会员的钱啊啊,啊！不是五百五十七块说说三线翻工吗？不是八百块说三线翻工。现在涨到一千一千五啦！他要不要出来道歉？标股标股你是谁？来吧，来我公司嘛，来嘛！ 啊，又不是每天搞不好，你明天就涨停。啊，涨多少再出？你告诉我，你出了？我没有出啊！啊，我没有出啊！怎么样？不爽是不是？不爽你不要做嘛。六五三一的爱普，对不对？这里买这里卖你不会嘛？这里买这里卖你不会嘛？啊，好啦，下来我买早一点啦，买在这里怎么样？小套是不是？我没出啊。 六六四三，对不对？这里买，这里卖，这里买，这里卖，这里买，这里卖，这里买不动，当当当当,当，这里卖，昨天买回来，你又不爽了。标股，唉，你老爸老妈给没给你取名字就对了啊啊。啊 真名列列出来好不好？史蛋阿喜，你们那没有名字的啊，啊没关系啊。又爱看节目，又爱看跟着做，又不参加会员啊。我们在买在卖的时候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全讯我在买的时候你看不起，涨上来你就看得起了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們卖掉不行了、啊。 M 三十一，我们每一次做都赚钱，我做做超过十趟了，当然不止十趟啊。四千，我每一次做都赚钱，没有一次赔钱的，不爽啊，不爽你不要做了。爱普，我要让会员，我要让会员赚一倍不行啊。啊，今天大盘最多跌一百四十八点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爱普。 对不对？跌一百四十八点，对不对？来，各位，跌一百四十八点的时候，它跌两块，结果大盘尾盘只跌八十五点，它涨两五块半。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？我昨天告诉你，昨天是跌五块，今天会把昨天跌的跌涨回来。我有没有这样告诉你？ 我有这样告诉你呀、啊，啊，你又不相信？老师收盘又是二五八二八二，老师明天会不会涨停板？不会。明天会不会跌停板？会。拜托你卖掉，我给你拜托好不好？啊，反手去放空，你可以赚大钱。你为什么只要赚小钱？中小老师的股票你就去空嘛，六六四三对不对？开盘市价空，今天开多少？今天开六二零。 开盘市价空，保证你赚。老师，我真的开盘市价空，结果我六百亿补回来，那不要补嘛，收盘六百二十四嘛，对不对？六五三应该补。开盘市价空，老师，我开盘两百七十七点五空，我两百七十三我补回来，你不要补嘛，他会跌停板啦，收盘两百八十二，结果十张你又赔了十万块。 没关系啦，标股啊，阿喜啊，死蛋、啊！你们真的是死蛋、啊！我介绍的股票不好，没关系，你们不要买。开盘市价空，我告诉你，明天开盘市价空，搞不好明天啊、哦、开涨停，然后锁跌停。哦，老师，我一天赚二十八。对啊，明天开盘涨停板你就去空。 然后收盘跌停板，嚯、哦！我告诉你，全市场最大的赢家，跟我斗，笑话啊！老师每天在计算主力筹码，假的啊！W 七八八标股急先锋，对不对？专门计算主力筹码，老师筹码你在控制的啊？不然呢？我问你，最后一盘拉上来是谁在拉的？老师你们在拉的啊、哦哦？哎。 随便你啦，跟我没关系啦。底部量缩好买点，高档爆量好出货，对不对？我们 l e 已经赚一百五十块了啦，四线已经赚了七，赚的不止七百块了，已经快一千块了啦。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了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你们在选嘛，你们每天在选嘛，啊，你们跟那个那个那个，你们跟那个那个嘎位一样嘛，每天看衰看衰 AI 嘛，没关系啦。 尽量啦，随便你啦，我我我没意见啦，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的。我的会员哈、啊，都按照老师的 coaching 在做了，不管是陈月亮了啊，不管是小华了，我告诉你每一个哈、啊，有进有出获利放口袋，有进有出获利放口袋。你有本事你就自己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分两种嘛，积极型的我掌握标股嘛，我就是积极型的，我不是稳健型的，对不对？ 老师，二六零三今天涨了嘞，很丢脸的啦，真的很丢脸的啦。为什么？他如果哈、哦，他下个月就要除息嘛，配七十块钱啊，配七十块钱。如果股价哈、哦、跌到了一百五十块以下，那除完息就变成八十块，到时候那公司倒一倒算了，真的很扯。最好啊，老师涨到一百七十几、啊，那一个小白啊。 股市小白违约交割，对不对？买在这一天，这一天违约交割，违约交割三千三千九百多万，我算了一算，大概买了四亿，因为赔十趴嘛，对吧？这一买，你看这一买就这样跌下来，这一买就跌下来，哎，赔了十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做爱普？你你你你有十亿，对不对？你你你你有，你可以买。 你还不给我买买个一百张到这里？我告诉你，一百张哈、哦，一百张大概是一千多万嘛，那不止哦。哎，你那个如果说如果说你买长荣买四亿的话，四亿大概可以买一百张是，是一百张是多少钱？如果是我们就算两百块好了，两百块的一百张，一百张也不过两百块。你有四亿的话，可以买两百张。 两百块到三百块，你买一百张赚一千多万，你不用违约交割，有没有赚一亿？好像还没有了，随便了我没意见了。啊啊，老师，明天我决定了，涨停板我放空，然后它突然会达到跌停板，标股，吼，讲话多难听的、啊、哈。 怎样不爽嘛？老师啊，不是说只有你看得懂主力筹码吗？不是有法人会告诉你吗？对呀、啊，法人告诉我啊，今天要拉。我昨天这样告诉你的，你也不相信啊。老师，你说要看废半，老师昨天废半跌，他今天应该会跌啊，没错啊，所以他今天开低呀、啊，啊，你们就卖光啦，啊，就拉上来啦。 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拍谁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啊啊，老师，你不是说要八千张才会涨吗？不用，因为大家手上都没有了，只有我的会员有，只有我们，只有我们有，啊，那个股神系统也没有对不对？啊，别的老师也没讲，哪一个老师在讲艾普的？哪一个老师在讲艾普的？我问你。 这样子从三百四十二块跌到两百七十六块，哪一个老师在讲艾普的？只有我一个人在讲，取高和寡。我告诉你哈，将来哈，他将来涨到三百四十二的时候哈，我告诉你，所有老师都有艾普，那就是跟我们在抬轿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抬你们去抬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阿喜、史蛋，还有一个标股，哎、欸，标股来来来。來 我站起来，你的标股，我拜托你看电电视节目好不好？拜托你看一下，老师生气了啦，站起来了！啊，你老爸老妈没有给你取名字啊？半名现出来嘛？啊，原来是股神系统派过来的。 没关系啦，随便啦。哎呀，老师没有意见的，对不对？阿喜，我们没有出哦、喔。阿喜，我们没有出哦、喔。你你是会员嘛，对不对？你是旧会员嘛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来，你看不懂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用周线来看，这个叫初生段嘛，这個、叫主升段嘛，后面一定还有一个陌生段，跟你保证，一定还有一个陌生段。 啊，这个礼拜的开盘价是二八八，二八八，二八八啊！今天是又收二八二，二八二的二八二，你看啊，这三个礼拜低点，这个低点没有破？这个低点没有，这个低点有没有破？这个低点没有，所以它已经缩脚了。它这里是涨十三个礼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礼拜修正五个礼拜，一二三，1, 2, 3, 跟这边修正一样。 当他在突破两百九十二块，他就会两百九十二块乘以二、乘以三、乘以零点五，我不管，好、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反正我要让会员赚钱，今年我打算让会员大概赚，诶、哎、赚个几百万好过年，好不好？今年诶、哎、母亲节快到了啊，如果你要吃好料的啊。 跟中嘉老师联络，老师介绍你去去吃的都打九折，陈月亮小姐知道，都打九折，啊，反正我跟你讲的话都清清楚楚啊，爱听就听，不爱听就不要听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跟你讲哈，这个二四九二的，对不对？华新哥，他已经低点越来越，诶明天今天有没有站上一百一百零五？有吗？哎。 明天会不会站上一百零五就涨停板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它跌不下去了。外资买它一拖拉股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股票就是这样子。四九六一的天域啊，我告诉你天域啊，我这这对公司派是有点不爽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减资啊，要配息啊，十二块啊。他、啊、那时候现金增资啊，说两百五十五块拿了拿了两万张走了嘛，对不对？ 两万张现金增是两百五十块，你知道拿走多少？五十几亿不过最近表现是好一点，因为公司有出来讲话啊，说他们现在要开发要花二十几亿啊，要开发新产品，所以还不错啦。不然啊，那个公司的发言人啊，被我骂的啊，真的我有时候我骂起人来是这样子的，你公司要搞我。 啊！说我买你的股票就要炒作，啊，你公司不是诈骗集团，把投资人钱拿走了，是不是拿走了？拿走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诈骗集团把公司的钱拿走了，吸金，啊，现现挣难那不是吸金，拿了五十几亿走了，然后又不出来交代一下，对不对？就像二六零三嘛，对不对？要配七十块嘛，啊，你看。 老师多有良心啊！要配七十块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拉到一百七嘛，配下来变成一百块也比较合理。你要万一要跌到一百四，配七十块啊？除夕第一天就变成七十块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就跑到长隆那边去抗议。哦，你们那个员工哦，发年终奖金又发年终奖金，发好几百万股票可以这样搞的吗？ 股票可以这样搞的吗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拉到一百七是合理嘛？那、啊、老师，你为什么不买？不要。对于这种没有诚信的公司，我没什么意见啦。啊。涨一涨也好啦，大家解套嘛。解套了，你赚钱，你会来参加我的会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赔钱，钱赔光了。 你要怎么来参加我的会员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会员已经赚了五百万了，后面还要打算赚一千万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啊，啊，积极型的嘛，对不对？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嘛。我有没有跟你讲，我卖掉了全讯？我有没有告诉你，M 三 c 我卖掉我又买回来，我做了十趟，每一趟都赚钱。 我有没有告诉你，我的爱普赚一倍了？我后面还要赚一倍。我有没有这样告诉你？跌的时候谁在讲爱普？昨天跌的时候我在讲爱普，没有一个老师敢提爱普。今天涨了，对不对？明天涨停板，很多老师都有爱普。我跟你保证，不要脸的，涨上来就有了嘛，跌下去就不见了。 要比不要脸的是不是？钟祥老师不会比不要脸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的安想的跟你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底部量说好买点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。你不相信买？不相信买？老师这几天爱不外资天天卖，没关系的，那卖光最好了。卖光以后哈、啊，就不用他在那边搞来搞去，我们自己搞就好了。啊。 W 七八八标股极限锋来，标股哎，这个叫标股的，拜托你老爸老妈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？啊，阿喜死蛋来看笑话，尽量来看嘛。啊，死蛋老叔，艾普又破跌了，每天只会说没量怎么涨，这句话谁不会说啊？好，今天没量，今天没量。 没量也涨啊，是怎样？没量不能涨，我告诉你啊，来，油量是涨得比较快啊，它这里没量也会涨啊。为什么这里没量会涨？因为在底部嘛，大家不相信它会涨嘛，所以它只要有几百张的买单就拉上去了嘛。啊，这里为什么要有量才会涨？因为大家冲冲热，冲冲热，冲冲热嘛。 啊，这里为什么有量会涨？因为冲冲热，冲冲热，冲冲热嘛。啊，这里为什么有量会涨？因为冲冲热，冲冲热嘛。啊，为什么涨到这里开股东会？他在这里要怎样？开股东会是要干嘛？你知道？开股东会就要融券最后回补嘛。所以他一直拉嘛，拉到这里嘛。啊，空单全部补在这里嘛。啊，补完以后啊，大盘再跌嘛。啊，他就顺势跌一下嘛。啊，为什么跌一下？哎、啊，外外资就每天卖嘛，每天卖嘛，没关系，你就卖光光嘛。啊，投信就买嘛。 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我我没量，为什么涨？因为大家都已经没有了嘛。你还有、啊，嗯、呃，那你对得起老师啊？啊，今天呢，你看，零股交易价两百八十五，零股交易价两百八十七点五啊，明天毋庸置疑，明天大概就两百八十五飞出去了。 飞出去了，飞飞飞 <laughs>！你看零股交易价，哎，这里有一个零股交易价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来看一下六六四三的零股交易价，对吧？六二四啊，没有，收盘六二四。我们来看一下华新科的零股交易价，对吧？哦，九八三，老师九八三九八六，哎，老师说九八七，哎，没关系的，外资买很多了，外资买了几百张几千张了，随便你的，你爱卖就卖了，没关系的。 明天涨停板，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啊！标股，拜托用你的名字好不好？你一定有名字的，阿奇时蛋那就随便了。祝各位明天赚涨停板，谢谢。 本公司以往绩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十八位专家提供最快、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十点半到晚上十点，每三十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一不富豪就是你。